执讲，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黄月妹，助人即是利己。就是我刚好退休，民国92年退休，中正纪念堂在招生志工，我就来报名，然后很荣幸的被录取了，一直到现在，差不多快20年了。我们的长官一直都很支持我，那志工朋友都相处得非常的融洽，好，家庭也很赞成我来当志工。我当志工的目的就是说我可以继续成长，好，那我觉得呢，我也很幸运被录取了。好，那一直我最感动就是说，每次来的那个服务的游客，他都会叫我问我啊，什么地方在哪里，什么哪里哪里，我都很一一的解答他，他觉得非常的高兴，跟他介绍得很好，他都会感谢我，我觉得我很荣幸可以为服务服务。